我们在一起的事儿，能不能先不告诉别人？我再考虑一下。好啦，等一下，人走光了，我再进去。好，一下等完了，还有多久啊？你看着点儿，六公，对不起啊。干嘛去？我回家。回家？啊。咱们公司有后门吗？大门在那边呢。啊。我要的资料呢？我找，我马上去找。滚！哎，你怎么把这祖宗给弄进来了？这不给自己埋雷吗？没那么严重，他已经在李晨那受过教训了，应该会好好工作的。不是，我该说你心大呢，还是说你脑袋灌满水银了？回头我们家下跌，肯定好好数落你。你要是敢在他那嚼舌根子，我就把你瞒的事告诉他。错了错了，你赢了。徐依然，啊，你说去哪玩好啊？啊，于晴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就挺好的。那就这么定吧，散会。刚刚跟顾博聊什么呢？聊那么久，连顾博的醋你也吃啊？反正只要你周围出现雄性生物，我都不太开心。别闹了，许依然，好好开会，小心被人发现你和方总搞地下情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大家说一个事儿，徐仁是我女朋友，我们在一起很久。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吧。
欢关心所有的和你有关。如果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，爱你是我最坚定不移的发言，心已开始蔓延，你是否发觉我的世界有你更耀眼。哦，如果喜欢已经成为了种习惯，陪伴是我最深情不变的誓言，生命多了曙光，温暖了流年，爱的期限一定会永远永远。突然靠近心动关心所有的和你有关，